学，请看北方最后的一段，苦灭道圣地，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彼风雨世界中，或名极灭行，或名处离行，或名勤修正，或名安稳趣，或名无量寿，或名善了知，或名究竟道，或名难修习，或名至彼岸，或名无能胜。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一段是讲出世间的因，前面是讲果，这个地方是讲业。第一个名号极灭行，行是讲的行为，行为归纳了不外乎三大类，身与意，身体的造作，口的言语，心里面的念头，思想见解，是意业的行为。凡夫这个三大类的行为，总是不能避免业力在主宰，所谓是随业流转呐，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呀，是业力在推动的。菩萨这一段是讲菩萨在因地，他有没有三业的造作呢？有，菩萨也是人嘛，既然有了这个身相了，菩萨即死时化身菩萨，成愿再来，应化在六道啊。他受身了，他的灵性接受这个身体，身体跟大家是一样的，灵性跟大家也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呢，就是他觉六道凡夫迷，除了觉迷之外呀，没有什么两样啊，这是真的。迷人的行为是染着，行为染着，言语染着，起心动念都染着，
障碍了信心。觉悟的人呢，他不染着。一切造作不染着，言语不染着，起心动念也不染着。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念念于法性相应。法性是什么？法性是寂灭，清净寂灭。念念跟清净寂灭相应，这就是菩萨行啊，这就是佛道啊。菩萨走的是成佛之道，我们要懂得寂灭是真的，真常啊，真就不是妄。常是永恒，不是间断。所以大乘教里面，佛给我们讲，这个寂灭行里头有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性德了，自信本来具足的。我们现在是迷然呢，把自信德不能现起，虽有不起作用。实在讲呢，不能说它不起作用，说它不起作用，它不就断掉了吗？它一起作用，起什么作用？起烦恼了。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烦恼、脾气、情绪千变万化了这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信德起用，信德在迷起的作用，就是起惑造业起这么个用处了那个信德正常的作用呢，没有了，见不到了。现在起的作用很不正常那就是迷惑把信德扭曲了使信德的作用变形了，不正常了所以修行不会修的，从生活里头点点滴滴把身与意改正过来，这个很难，所以是入海算沙了。到哪一年你才能够通通纠正过来聪明人厉害，他从根本修，他不搞这些枝枝叶叶的，从根本。信宗、禅宗从根本修。根本就直截了当修心地的寂灭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心要清净寂灭了，身口也有不清净的道理这个聪明
这个是方法殊胜呐、啊，比教下高明多了，啊，但是教下了，开头是从职业，啊，他也很聪明，逐渐的就把他跳到根本。借着枝叶了，就跳入根本了，大开眼界，大彻大悟啊！那么对于我们现前来说，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啊，换一句话说，像信宗、禅宗这个方法，我们做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从教下寻之则业。我们又不甘心，那这个时间太长了，路太远了，啊，不甘心不情愿，那么换一句话是一事无成，啊，这一生纵然遇到了佛法，缘很殊胜呢，依旧空过，这叫真可惜啊。那要怎么办？所以枝叶还是要啊，刚才讲了，我们要踏上这个枝叶，要很快的把根本找到啊，这就聪明。枝叶是什么？枝叶是持戒修善啊，断恶修善，不能不做啊。修行的标准要拿捏得很稳当，很妥善啊，我们敬宗遵循祖师大德的教诲用三福扎根呐、啊。打基础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你要疏忽，你就没有基础，像一棵树怎么样？你没有根啊，没有根呢、啊，连我们这个小草都不如啊。这个小草虽然是个盆栽啊，它有根啊。啊，没有根什么？像花瓶里都插的花了，虽然很美啊，它底下都剪掉了，没有根啊。两三天就枯了，谢了，当啰嗦处理掉。没根，我们要不认真的去修三福，你就没有根啊！你修得再好，
花瓶里面的花看起来是很好看，两三天死了。这就叫什么呢？只有形象没有实质。啊，这错了。啊，三福头一个，孝养父母，你有没有做到？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就是十善业道经。啊，你要晓得，孝亲、尊师、慈心，通通落实在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啊，这个孝亲、尊师、慈心呢、啊，全都落空。啊，所以这一条四句话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你懂不懂啊？明不明白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懂不懂怎样落实？啊，这四句果然落实了，做到了，你是人天善者。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就有份了。啊，这四句的义理给诸位说，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境界深广没有边际啊！什么人做到究竟圆满呢？诸佛如来才能做到究竟圆满，等觉菩萨还不圆满。为什么？一贫生下无名没有破啊，对不起父母啊，孝养不圆满。一贫生下无名破，对不起老师教诲啊。奉事师长不圆满了，你才知道佛法任何一字一句都通一切法。啊，从总的纲领上来讲，菩萨从初发心到圆成佛道，修什么？就修这四句：自始至终啊，永无改变啊。这四句是根本的根本啊。后面第二条、第三条不过是这四句的扩充啊。这四句的提升呢，根是这四句啊。我们能明了吗？啊，不可不知。
那么三福第二条啊，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自心化他都在里头啊。这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六合敬，第三个科目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科目普贤十大愿望啊。我们净宗只取五个科目啊，要落实啊，要做到啊。认真努力，克服自己的妄想习气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那么这个就是对吧，认真努力去做，然后进一步啊，求与清净心相应啊，是在讲三福最后的一条，头一句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呢，你的心就是极灭心。菩提心是什么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菩提心呐、啊！自自然然，善业行为。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相应，那你修的是极灭心菩萨心，因是极灭心，果是极灭果，极灭果就是无上大般涅槃啊！第二句，或名处理心，这一句也很好懂，不难懂。在我们《华严经》上，清凉大师把全经分成四个单元。这四个单元呢，就是信、解、行、证。从经典文字分量来说，最大的一分呢，就是解这一分，这个单元分量最大了。行只有一品，
这个品的题目叫立世间品，你看看出立行，华严是华藏世界，华藏是一真法界，不是实法界啊。那个出离的意思是什么呢？出离六道，出离实法界，到后面正的那一份呢，那就是其如一真法界啊。所以你要出离呀，出离怎么个处理法？前面我们讲的很多，世间跟出世间没有界限，那怎么处理？啊，如果有个边界嘛，啊，好像这个我们地球上国家跟国家它有个边界。佛法里面没有边界，不同唯见空次，唯次也没有边界啊。正如同我们现在这个传播，无线电的传播，卫星传播啊，它有没有界限呢？它没有界限。每一个电台发射出来的电波，都是周边全球。啊，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能收到。啊，虽然个个都是周边呢，它这个里头还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呢？频率不相同。你要接收啊，一定要接收它那个频道，你就能看到，能听到。如果频道不对呀，它虽然是周边这个地球啊，啊，你还是接收不到。佛给我们说法了。就好像是这种状况一样啊，佛讲设法界，设法界就好像是十个不同的空间维次，这大分呢，细分呢，每一个境界里头无量无边呢，人。这一生最可贵的、最难得的、最有价值的，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是世间的功名富贵呀！啊，为什么世间功名富贵呀带不走？你享受的时间不长久，你还是没有办法脱离业力的主宰。假如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之后啊，业力主宰不了你了，你处理了啊，处理什么？处理业力的范围啊，在事上讲呢，处理六道，处理十法界。你说这个都有意义，这个都有价值
人生还有什么能跟这个相比呢？不有了。早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他老人家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这一句话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啊，好像是懂了，实际境界不知道。这50多年的修学，对于这句话的体认理解，与日加深呐。啊，换一句话说，我今年所体会、所明了，比去年的多，比去年的深。那到明年呢，一定比今年体会的又要深一层。又要广一层，这一句话深广没有极限的。啊，你要怎样才能体会到呢？你要真干。啊，真干的时候，你要真的肯处理，也就是你要真的肯放下。啊，我得力这两个老师啊，一人教我一半呢、啊，我得大受用了。啊，方先生教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提醒我了。张家大师教给我是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他给我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处理了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布施是什么呢？布施是舍啊！前面我们在苦灭圣地里面读的舍重担，样样都要舍，不但世间一切法要舍，佛法也要舍。啊，我学佛可以说没有走冤枉路啊！啊，一开头就遇到这两个善知识。这就是讲缘殊胜，可遇不可求啊！啊，缘殊胜啊！啊，那我自己本身的条件，我尊重老师。我重视老师对我的教诲啊，这个尊重不是啊，心里头有了，口里头有了，没用处啊。你要真正依教奉行，这才叫尊重啊。啊，口里尊重，心里尊重，没去做，那是假的。那个尊重得不到实质的效果。啊，所以一定啊，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我现前工作之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没有障碍，真的是离世无碍，事事无碍啊！啊，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
换一句话说，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啊，能放下，放下成见，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点点滴滴去做啊，这个里这个当中读诵大乘很重要。为什么呢？修学过程当中没有人时时刻刻提醒你，如果没有人提醒，很容易啊，就被外面境界所转，被世俗所染污，啊，这个很可怕了。啊，什么人来提醒我们？只有经书啊。所以，决定不能离开经书。啊，经书。天天要读，天天要学习，要把自己所读到的、自己所理解的，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这就得受用了。啊，出离也是渐进。也不是顿超的，啊，顿超，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啊，怎么说顿？嘴巴上顿啊，心行上啊，没有办法做到啊，啊，所以遵循的经论教诲的，慢慢来。这个慢慢来，里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你寿命啊，你寿长可以慢慢来啊，寿短了，你的道业还没有成就啊，寿命到了，这就是八大人觉经上讲的死魔，没修成功，寿命到了，啊，这个身死了，死了你的灵再去投胎，再去找一个身，这样一舍身一受身，纵然灵性不昧，修得很好，至少你要耽误20年。因此长寿是福报啊，为什么呢？长寿不是讲啊你寿命长能享福，那就错了，我们不要这种长寿，我们要寿命长，寿命长可以多修，天天在修啊，这样长寿有意义，绝不是享受，绝不是造业啊！我要学习啊，要有长时间。因此，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学习最佳的环境，一切诸佛世界里头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呢？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无量寿啊，哪有不成就的啊？就算成佛需要三大僧祇劫，需要无量劫，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没问题，肯定
一生圆满。其他什么条件都不谈，单单这一条，我们就决定要取西方极乐世界。啊，在那里修学不会耽误，一生成就，不要等第二生。啊，换句话说，生生世世各因之谜，这个苦难你就没有了，就脱离了。那么在现前，我们一定要懂得天天要学处理，念念知道处理，啊，那么知道处理，你就要懂得六道十法界的因，不能再造啊！啊，但是佛又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要不要做呢？要做。啊，做这些事情，着相就是六道的业因，立相呢，那就是处理的业因。所以不能着相啊，相着不得了啊，最好断恶也好，是修善也好，做完之后啊，心里头痕迹都不住，这就是处理心了。啊，我们世间人常说的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才是真正的处理心。但是这桩事情谈何容易，人往往做一桩事情，善事也好，恶事也好，啊，多少年都忘不了啊，怎么能不落印象呢？十二因缘里面爱去游，不落印象就是游断了。嗯，你看他有爱有取，那是造作，他没有游，他处理了。啊，这一招是难，但是要学。觉悟的人能做到，我们所谓说困难，哎呀，好不容易学，是不觉悟，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事实真相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难做到。啊，真的，佛法是智难行矣。啊，我们所有一切困难呢，知道的太少了。啊，这个知道讲的是事实真相，啊，对事实真相知道的太少，啊，所以造成的困惑。啊，这个样子说来说去，还是要学，不学则不知啊！啊，学了要教，不教则不仁啊！啊，教学相长，好处在此。啊，教学能够帮助你的
质啊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菩萨一切时一切处他都在教化众生，实际上教化众生自己也不断在学习。教跟学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到成佛之后了，那教跟学是两桩事情。啊，不是一桩事情。没有成佛之前，教学是一桩事情。啊，喜欢教就是喜欢学，喜欢学肯定喜欢教。自利利他了。这第三个名字叫勤修正，这三个字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啊，头一个要勤奋的好学勤学，永远不懈怠，不会懒惰。啊，修是把自己的毛病吸起，修正过来。啊，修是修正，是修改。佛家常讲的忏悔法，啊，正是与自性相应，是与性德相应，是性德的自然流露。回归性德了，那就是正了。啊，从这儿证实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不是自信，自信的等等，自信的相好。通达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不是般若其用啊。般若在哪里？在自性里头啊。不但般若在自性里头，德能也在自性里头，相好也在自性里头。再跟你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没有一样东西不在自性里头。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到了华严，我们这才明白了，不是自己悟到的，是华严经上佛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是发现，一切是宇宙万法，宇宙万法就是发现，发现就是宇宙万法。所以法性没大小，法性没有来去，法性没有生灭。因此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
通通跟自心相应啊，妙不可言啊。六道众生啊，迷而不知啊，四圣法界知而不究竟。到一真法界了，才能知、能觉、能受用。啊，所以到一真法界了，你就证得三宝。啊，这个三宝是什么呢？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有四经德，常乐摩经；般若解脱也有四经德，啊，通通具足常乐摩经。常乐摩经遍法界，常乐摩经遍虚空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迷了，迷失了，觉悟之后啊，真的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啊，原来就是啊！啊，那么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个情字。勤就是六度里头的精进波罗蜜。我常常讲好学。修行正果的人，功夫得力的人，功夫成就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他勤。那么换一句话说，功夫不得力。功夫不能成片啊，什么原因呢？懈怠、懒散，你要不能改过来，生生世世都不能成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事出事法，不管大小。事业的大小成就啊，都在勤。勤劳的人必定有成就。那么怎样能把勤劳这个德行，勤劳是性德。能够显示出来啊？为什么他那么欢喜，那么勤奋地去做呢？不疲不厌呢？这里都说有知，他真知道啊。因此，精进心。发不起来，精进行提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无知啊！这是还是迷惑啊！这样造成障碍了，使你这个美德不能现前了。纵然有善知识指引，
你没留意，没有认真啊。我相信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说他一生只对我一个人讲，他对很多人讲过啊，有些人听听不在意呀，这没有注意，没有留意到啊，我听了就很在意，很留意呀。循着这个指引呢，我认真去找啊，去寻找啊。所以师生的关系叫师子道合啊。你不能真的接受到的时候没用处。耳边风吹过就完了啊！我把它抓住啊，在这个里头锲而不舍，哎，真的东西发现了啊！所以“勤”这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勤修正，好，现在时间到了。